已宣布不选2020了。2020总统大选现在完全不在我考量之内。四月你都不能考量之内。不会的，我想 to be honest and workaholic guy， 我继续做。对对，我现在不在我考量。对，尽管韩来做各种安排、政治民调等等。梅桑口选不选，却在吴韩会后首度提出不考量技术性方式纳入初选表述，言下之意被动参选。韩国瑜在这里郑重宣布，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，为了中华民国不惜粉身碎骨。承担两个字。第二，国道六号整个从南投接过来，让花莲跟台中未来变成一日生活圈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个土地实现，好不好？除非 over my dead body， 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台湾的产品不到10%，拉进来。打出去，拉进来，打出去。除了要替中小企业把脉，也象征要旗子还是筛子？筛子必须有水，要泡澡，必须要有浴缸，水很重要，量大，浴缸要很大。没有这个小筛子，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泡澡。台湾是旗子还是筛子？